会学浩克，可是他不是咬着衣服这样，他是扭的，不是他是贝蒂是，他直接是对着你的皮肤在磨那个喙，磨那个嘴巴，然后浩克是咬着磨，对，咬着衣服磨啊，啊贝蒂是直接这样磨，正常是直接磨啊，怎么咬就磨，他是咬着磨，他怕那个不见。比较好摸，然后衣服就会一个洞，然后破掉。对，嗯，看起来衣服的触感比较好。它很好笑，你给它布哦，它不咬布，它一定要你穿在身上的。对，就是你包在身上的布就可以。没，它要你穿在身上的布。它会咬布哦，它会咬布哦。我有讲过，我也讲过，我不可以。什么坏习惯？超烂的习惯。谢谢小